真的说不出来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三刀这样吗？风牙金，风牙银，那个。因为大家都说我长了一个矮子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吧。谈资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夏，生活不可以没有谈资。开心开心开心！哈哈，念旧是个习惯吗？我不觉得念旧是个习惯，我认为念旧是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是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段旋律会让你想起以前的事情。如果今天要遇到一个男孩的话，你觉得你在团里会是什么担当？木头担当。这场演出我演一个柱子可能是最合适的。可是完全显示不出你们的业务能力了。我不会说粤语。就会三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我一生就来到哪哪哪。大家吃饭了没有？木石木石青山都这样爱，我们来听凤阳林那个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总是情。秀哥我爱你，秀哥我爱你，秀哥我爱你。那我现在是这边的女子，开心开心开心，终于可以合作了。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王子变青蛙。好希望有一个王子来救我。监狱上没有奇迹，赶快看清，别中了他的迷魂计。电话视频怎么办？电话视频不接不接不接，一会儿再回过去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一个星期不打游戏，胖还是算了吧，不要胖了。不好说，我得问问他。哎，你什么时候？还没准备好。来来来来来，答。权力的游戏。你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最近打给谁了？我这个星期没有偷吗？最近男友微信消息是发给谁？我妈。最近加谁微信？已经加到了。对。陈乔恩啊，陈乔恩啊。最后一条发的是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对，最后一条朋友圈发的是我要喝手磨咖啡，喝手磨咖啡。吃玩睡。啊，我家刺激战场，王者峡谷。手机、眼镜没了，我就带两个就够了。我从来不借钱。跑车。手表。采访时被问的最多问题是你想和谁合作？你想和谁合作？没想过。哎，不对，你再问我。想和谁合作？陈乔恩啊。来来来来来，玩。对，今天大家都说我长了一个矮子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胡怎么办？厉害了，我发现我厉害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填空题猜两个字，收到了吗？填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晚睡千山总是情，你看这比粤语要说的快一点吧，因为有一个底子在，哪怕没有这么的标准。为什么要笑？这不是女生才会看的剧吗？我没有看完，但是我看过。